这个凶啊！看到了吗？一对白条天牛啊、哦，一只，哦，一对，在交配。限制之图像。哎呦，我最讨厌这种。这种坑洞啊，就是白条咬出来的产卵的这个洞，白条天牛会把这个卵产在里面，不像博士天牛这样，这个产卵期伸的这么长，会把这个卵产在很深的地方，它是在比较薄的地方啊。大家能够看到新鲜的这个云斑大白条啊，鲜活鲜活，它是有点黄色，然后一旦死了之后，它就会反白。上这个灯光很难控制，这两只很小，但是非常精致。看看孔夫子有多会飞啊！这样捅一下，一定是会飞走。结果拔掉在面前，谎言被戳穿。你凶不得死。他以为你要跟他争夺配偶，好像也没配偶，光棍哦。好凶啊！哇，这个角度看过去好像金刚啊，难看又开始脑补意淫了。我在抓金刚，我在抓金刚。我夹住你了。飞走了，飞走了。哦。抓下来玩一会儿，我本来以为他会飞走。结果直接又飞到人身上了，每次那种大个体不想让它飞走，想把它抓住的时候，它飞得老远。这种小朋友它就很喜欢人，反正知道你也不会抓它，就直接跑你身上来。每次想表演这个孔夫子在空中飞，飞得很远，渐行渐远，远远跑走的时候，它就掉在你面前。我靠，这个触角好快。看看能不能丢中，我感觉落地了。好，刚才那只没丢成功啊，刚丢出去就发现就掉在面前，快往上爬吧，不要被抓走了。很像金刚，好，爬走了，又没有拍成功。本来想拍它飞得很快，飞得很远，消失在森林深处的那种图，结果它就掉在面前，不争气啊！有毛的，你这个还蛮有质感的，挺好看的，对。杭州天牛比锹甲多啊，品种有收头。之前布施就是，哎，那只大的那只在哪里？结果发现在脚下，然后二次元了，牙也断了，我靠！哦，这个村也是挺好看的，这种绿的很假的这个。大村绿。